来吧，掌声欢迎朱莉莉，欢迎。耶、yeah! ！啊，卡贝有啥那讲？不是卡贝，不是卡贝，我咧讲我们的这个制作人讲说，哎、欸，我们的阿伯哥讲，我要点啦，我点两，我等点两粒啦。啊！怎你点两粒？两粒一堆啦。人一个厝内合计就点一粒，你安怎你点两粒？我点两粒，敢会白人吗？成双成对嘛？对不？我哪会知道？啊，我是看你夹两粒，我就想点两粒嘛。无啦，我们是拿给大家看。这不是点到恁家的门口啊？过年我点两粒。你合家就可以了啦。无啦，我都累就行了，累就行了，不要紧啊，加点加保庇啦，加点加保庇啦，无咱明年哦看无路通行嘛。输的，那输人唔输阵，你加点十粒吧。你台湾的恁亲戚朋友、亲戚外孙拢名写个咧，我跟你讲，那先点先赢嘛，对不对？剩下的余额不是很多而已。对呀、啊，那点满了无得人点了。对、欸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在座的朋友大家好晚安，还有我们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晚安。哦，这款穿衫较水哦。有水吗？嗯、我穿什么？我个骨头衫嘛无水。袂歹啦。这款衫穿起来，感觉咱的人较老的哦。是要较老吗？较老咩？是鞋怪啦。我唔知道是唔是阮厝内行吼，较无水了咧。我红啦穿衫起去哦，哎呦，要烧一点啊干落的。没有。啊？恁倒会惊？啊！啊！你话你讲，啊！你就是放大，你不会就放大镜，你不会傻啦。啊！你阿伯出门你卖照惊？啊！无呐。对咯，空个破，轻轻个就出门了。卖照假衫穿歪出来啊！不是，我甲你讲，顶摆阮厝内行，我前脚后脚各做了，各看，各未歹看。腰受做滚落地看，哎呦，敢那一点那干落个，安尼坏个安尼。嗯。袂啦，福相啦，有人输甲肥肥个。我歹势讲啦。安怎？嗯，啊，就肥咯。我就直接跟他感动。我跟你讲，我自己嘛知，我知影肥啊。我就存心想讲哦，肥的年纪应该是过了吗？无理由那这年纪过会肥的吗？因为我家己肥吼，我家己唔敢讲你。唔是，我最近照阮兜的镜嘛是安尼。哎呦，我生了情好吼，哎呦，家己照镜呢，哦哟，直接跟他火炉的。你哪会行拢做无？阮兜会行较好诶、嗯。我照来照去嘛是无啥物事吧？无事吧咧，真诶伊无事吧？啊，阮送互你啊。啊啊，那唔知安怎阮诶事吧，就是阮两个咧事咧。好啦，无紧啦。啊，咱现场啊是线上吼，啊，若有咧厝内有咧未行，照了较瘦诶，就甲阮介绍一个吼。对，行照了瘦诶啦。啊，上好是介绍一个，无宝贝，阮兜若是佫有偌侪件，我讲话破到对了。啊，就是安尼，家己骗家己诶。啊，今日要甲恁唱啥物歌？大家听，来，我想呢为大家安排一首比较轻快的一首《向往》。好，来，哎、欸，我袂记哦，哈，我昨有酒抓兼配暖呢，安怎呢？我今日不爱介绍你，讲说袂记的，是咯，上班了，上班了，我昨暝嘛酒抓兼配暖，叫你免甲我访问。站在我的前方，挡住我的去向。梦想听起来多么迷惘，我却不彷徨。每当我走进梦想，你在我身旁。每当我走出梦想，你不自去想。我分秒都在等待，今夜走入梦乡。梦乡，因为那里面有你，所以我在向往。梦乡，你站在我的前方，挡住我的去向。梦乡。多么迷惘，我却不彷徨。每当我走进梦想，你在我身旁。每当我走出梦想，你不自去想。
谢一首《想法》送给大家。那我想呢，接下来呢，《五月花》，你们要听吗？《五月花》哈？单军十八年啊！哎呦，安弟，我袂记起了这条歌，吼、哦，我袂记讲我有不我这条歌，我特别是爱起来记者。啊，第一次啊，我有想着讲我要唱这条歌，啊，等下来个倒煞袂记个。Facebook 我有唱什么？我嘛知你暑假这条歌，你专你吼你然后直直等着，酷酷等着，好啦，单军十八年 ，OK， 等一下。我们来想，因为我准备了一首主曲，也是一首跟凤飞飞的主曲，希望大家会喜欢那首比较抒情的一首，月朦胧鸟朦胧的主曲，啊。什么呀？我。
越朦胧鸟朦胧的主曲，希望大家都会喜欢。OK， 我要征求你们的意见，你们想要听单棍子贝尼帕帕姐啊？你们想要听五月花帕帕姐？嗯，一个鸟，一个鸟，但是这条鸟了未使无唱呢？啊？啊？安哪？阿妹敲电话去你家唱啊？没有，我等我后摆第三个事业哈？我唱安尼，五月花开在太阳下，可以吗？我改次，我你改次你不用给我，我改次我看到你我唱给你听，可以吗？啊？什么咸？无咸呢？咸啊！啊，欠也可以啦，最好了咧，可以，咱家己人嘛，对不对？我可以欠的嘛，这道这拢是外人歹欠。哈哈哈！哎，通常计嘛，安尼款讲，啊，无啦，唔是外人啦，这道计嘛是咧看郭大爷吼，咧看郭大爷朋友。啊，单棍十八年老师，我嘛唔知等个三十六年未。
现在的留言啊，大家灌爆了啊，每个都说好听，超好听，非常好听，还有一个写好唱功啊，西北好听。哎、欸，这首歌以前是他跟他姐姐两个人每次唱的，哇，真的，哎、欸，真的，我们现在歌坛要听到这样的歌曲真的很少的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又拿出来听一下，哎呦，真正真好听，好听，恰恰爆起来，来，给你，真的很赞很赞，谢谢朱莉莉，回味的一首歌啦，是啊。